度标榜。魏龙豪、吴兆南合说。要是有亲戚朋友啊在社会上声誉卓著，嗯，地位显赫，有头有脸，哎，我们呢跟着沾光，那是啊，分享他的成就跟光彩。亲戚朋友要是恶名昭彰，作奸犯科，嗯，走到哪儿人见人怕，得我们也得跟着丢人现眼。那可不是，一块儿跟着吃挂烙。我那有个表弟啊，姓杜、哦、名字叫标榜。哦，杜标榜。哎哎，这个名字不错呀。人可不怎么样。哦，怎么个人物呢？虽然说没有偷鸡盗狗摸烟袋呀 啊可是他好吃懒做，好逸恶劳啊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哎呦，这年头没有一样专门的技术，那可不行啊。嗯，他指着什么吃呢？指嘴吃啊。废话，这东西当然用嘴吃了。不，我说他指嘴吃啊。嗯，是说他那嘴能说。嗯，有苏秦之口，张仪之舌。白的他能给说成黑的、啊、死了的人他能给说翻了身，我合着是能白活啊。说起来啊，跟吃字儿似的，巴嗒巴嗒山响、啊、比你们这些说相声的还能说呢。嗨，我说相声招你了。嘿啊，真要是口齿伶俐，你怎么不让他去说相声呢？说相声啊？哦，合着你们这些说相声的都是那些不入流的嘎杂子，无理由转业的。哎，我其实我这不是自找吗？我看，哎，我那表弟 啊他是狗掀门帘的。这话怎么讲？权杖一张嘴。哦，耍嘴皮子呀。哎，小聪明那是有哦，就是不往正道上用。哎，仗着嘴甜个脸皮子厚啊，耍奸找便宜，到处蒙吃蒙喝。呵，反正这么说吧，嗯嗯，不论干什么啊，他都不带花钱的。哦，合适，是白吃猴啊。对，吃你喝你不说呀，还得让你看不出来他是找便宜。哎，这还真得是点本事呀。他跟人一块去喝咖啡啊，到了要给钱的时候啊，他往洗手间溜达。嗯，那是干什么呢？呀，等他撒完尿出来，人家把钱已经给过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朋友们那儿商量在哪儿吃晚饭。嗯，他给出主意。不，轮到这些个地方、嗯、他就不说话了。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不，他要出点子就得他请客吃他了。嘿，你看这点心机耍的、啊、哎，吃哪儿都好，他倒不挑嘴啊，哪儿都能凑。是啊，白吃还想怎么样啊？朋友有车子呢，他就搭个便车。哎，没开车的呢，他就坐计程车。哦，拦下车来了以后呢，他让别的朋友先上。哦，他最后才上。哎，还挺懂礼貌。什么礼貌啊？啊，这是他的手段。手段啊，先上的人后下，后上的人先下，这对吧？那当然了。是啊，到了地方一停车，他先把车门打开，嗯，走下车来，等他掏皮夹子的时候啊，坐在里边的那几位早就抢着把车钱给了。哦，嘿，要是那几位没给呢？没给啊。啊，他给啊。啊，皮夹子里抽出一张票来、啊、就让那计程车找钱。那就找就找吧。100块。啊，够吗？美金啊。嗨，还不够。那是找不开你，找不开别人给了啊。这还显着他，并不是他不给呀。嘿，您看看啊，最缺德的呀啊，是他这吃完饭这手漱口。这漱口又怎么了？他早也不漱，晚也不漱，多的等那服务生把账单拿来了啊，他漱口了。哦，嘴里的含着漱口水啊，这破皮夹子哟，好，连瞪眼带摆手，又拍桌子又跺脚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叫人家别给。哦，他给。他也不给。那那谁给呀、啊、那人家朋友给吧。人家给了以后，这时候他把漱口水吐出来。哦，哎，得又白吃人家一顿，得了便宜他还卖乖呢。哦，又白活上狼了。哎，怎么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怎么你又给了？嗨，您甭说了，这是常吃人家。这可不行啊，下次我得罚你啊。哦，还准备着再吃人家呢。慢慢的，这朋友都知道他这一套了。嗯，玩不转了。嗯，他就来找我来了。哦，吃你来了。不，那倒不是。不、嗯，就算是吃我吧，那也是应该的。是啊，谁叫你们是亲戚呢？他自个儿也知道，他这么混啊不是个办法了。哎，不过我呢，在电视公司里啊
给打个招呼。嗯，介绍呢他去当这个特约演员。嗯，如果表现得不错呢，签个基本演员也算是有个正当职业。哎，还真难得呀，把自个儿看清楚了。哎，我把他给介绍给那些制作人跟剧务了。哦，他行吗？哎，小聪明是有了啊，北平人嘛，说了一口标准国语，嗯、啊，嘴儿又甜干，嗯、啊，身上老揣着烟卷，见人就敬烟就点火，哦哦哦，没多久就混熟了、啊，不但混熟了，还跟几位明星演员呢拜了一盟把兄弟。哎呦呵，这都是谁呀、啊？大爷是苗天，苗天；二爷是葛小宝，哦哦哦；三爷蒋光超，啊，杜彪往最小啊，排行在老四。哎呦呵，这可真难得呀！哎，这狗啊。改不了吃屎，又怎么了？没过了多久，他就现了原形了。那老毛病啊，又犯了。什么毛病啊？吃人呐！哦哦，一个子不花呀，甩开了腮帮子吃他那一盟把兄弟呀、啊！嗯嗯，哎呦，我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！是啊，那哥仨也不好说什么呀。是啊，一个头磕下去了。有这么一天啊，那哥仨录完了影，收了工啊，一块上燕京饭店吃酱肉烧饼去啊。三爷蒋国超多喝了点酒啊，可就。说了，他说什么呢？大哥二哥，嗯嗯，今天我可多喝了点哦，我有两句话憋了我有好几个月了。嗯，咱们哥几个一气相投，对，好啊，唯有咱们老四跟着一块儿是棒吃棒喝，对，吃喝这也没关系了。对，他是个特约演员嘛，赚的少嘛。嗯，可是他老玩奸耍心眼儿，嗯，这事儿就让人心里头腻歪。是，谁也不是三岁两岁小孩子了，干嘛？拿谁当傻子？吃凯子？得，蒋光超有牢骚了。葛小宝也说了啊，说什么呀？哎，老三说的对，我也有这意思，我是不好说。今儿是你提起来了，咱们哥俩是一样的心情。呵，葛小宝也不满意了。这大爷苗天可就说了，说什么呀？你们哥俩别这样啊，让别人听了这是笑话吗？嗯嗯，那想当初怎么拜的把兄弟呢？啊，不错。他是这个脾气，老爱占人家的便宜。我是个做大哥的，那你说让我说什么呢？啊，嗯，那我这好了，这么办好了，等咱们哥四个再遇到一块儿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也让他请一回。哎，让他出出血。哎，咱们哪怕喝他一瓶汽水，吃他一个包子，仨人来他一碗爱玉冰啊，哎，都成、啊。反正嘛、啊。得让他花回钱，哎，请请客、嗯、就拉倒了，好吧？对，得让他请客花钱。他来了啊？谁来了？啊，你说让谁请客啊？杜彪榜，哎，就杜彪榜来了、嗯。哎，他怎么知道这哥仨在这儿呢？他打电话到处乱找啊。哦，是电视公司那个剧务告诉他了。嗨，上了楼了，进了房间就点头。哎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巧了嘿，我这儿今儿有个应酬，嗯、到了这儿啊。我才知道不对了，感情我把日子记错了啊，还差十天呢。嗨，我这刚要走啊，听说你们哥仨在这儿呢，那就来吧，一块聚会聚会吧。伙计，来来来来，添份冰块。哟呵，这就坐下了。这会儿蒋光超脸红脖子粗，葛小宝那肚子都快气炸了啊！苗天在旁边看出来了啊，这要不打个圆场，待会儿非把桌子掀了不可。哟，这苗老大怎么处理啊？老四，你先别忙着喝酒，你来了最好了啊！今天呢，大家都不录影了，不录影也没有别的通告啊。咱们哥四个呢，吃点喝点，好好的乐呵乐。嗯嗯嗯。可有一样啊，席前是有酒无令不成欢。对，今天呢，咱们要说个字令。嗯，说完了再喝酒再吃饭。哎。说上来的呢白吃白喝，哦，说不上来的他得请客。嗯，今天咱们在这儿吃多少他得付账做东。对，这个主意好。杜彪王反对。哦，那大哥啊，不用了，那有什么意思，咱们最好还是划拳吧。划拳啊，划上拳他好又吃又喝，输了他喝，喝完了他不得吃点菜吗？那他要是赢了呢？赢了啊，人家喝他跟着也挂挂红啊啊，一挂红、哦、他也得吃也得喝呀。哦哦，人家跟他划吗？这蒋光超摇头了。哦哦哦哦，不划，依大哥的意思。得，三爷反对了。葛小宝也说了啊，照大哥说的。二爷也不赞成，这回他拧不过去了。是啊，咱们哥仨都一致了。杜彪宝没辙了，也得随着啊。那个好吧，那就听大哥的吧。那这个字令是怎么个说法呢？苗条说了啊，咱们每个人呢写六个字啊，
这六个字呢分两组。哦，分两组。前一组三个字呢要让它是一样的头。一样的头。后一组三个字呢是一样的旁。哦，一样的旁。这叫三字同头三字同旁。啊，还得合辙押韵。把这六个字连在一起呢还得像一档子事情。哦。说这么六句呢必须得讲得通。我先写一个啊，跟跑堂的借了纸笔，描天顺手写了六个字。嗯，那前边三个字写的什么呢？葱姜蒜。葱姜蒜。对，做菜的佐料。哦 哦, 哦, 哦，这仨字呢都是草字头。哦，这三字同头。对啊，后面那三字同旁呢？礼记善。礼记善。啊，鲤鱼、鲫鱼、鳝鱼。哦哦哦，三种鱼。哦，这三个字呢都是鱼字旁。哦，葱姜蒜，哎，鲤鲫鳝，嗯，还挺合辙的啊。啊，哎，这六个字连在一块儿是一档子事吗？是啊，聊天说了，三字同头葱姜蒜，三字同旁鲤鲫鳝啊，要用葱姜蒜来烧鲤鲫鳝。不烧里脊扇就不用葱姜蒜。这倒是六句啊，啊，都合辙押韵。哎，嗯，还真适当的是。苗大爷说了啊，这算我说上来了啊，你们哥仨就按着我这样往下说。那第二位该谁了？葛小宝抄起笔来也写了六个字。哦，前面仨字是什么？笛、管、箫。哦，这吹奏的乐器。对，后三个字呢是肥、胖、腰。对，他那个腰是出了号了。哎，这六个字讲得通吗？葛小宝说了，怎么样？三字同头笛管箫。嗯，三字同旁肥胖腰。我、哦、要吹笛管箫得有我这肥胖腰，要是没有我这肥胖腰你就吹不了笛管箫。好，他这底气足啊。哎，他也说上来了。说上来了。嗯，该三爷了。蒋光超拿起笔来写了这么六个字。前面三个字是疥疮丁。哎呦，呵，都是病声。那后边呢？腰哼。呵，都是口子边。三字同头疥疮丁，三字同旁哎腰哼。啊，长了一身的疥疮丁，疼得我叫哎腰哼。要是没有长疥疮丁我也不会哎腰哼。哎呦，您看这点出息。哎哎，这也算说上来了。哎，到了杜标榜这儿啊，没词儿了。哟，屋里那么凉的冷气吹着啊，他那脑袋瓜上冷冒汗，那是急的。想了半天想不起来。一时蒙在那儿了。即便是想起来了，这仨字不是一个头。那不行，好容易想起这三个字是一个头来了啊，这三单字一个旁呢又想不起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想起一个旁的来了啊，又不合格。嗯，那不行。跟前面的仨字说不到一块儿。哎呦，那前面三个字想出什么来了？他在大街上走啊，啊，常看见那店铺的招牌匾呢，啊，他想起茶叶庄来了。哦哦，这仨字是成头啊。对呀、啊，都是草字头，这仨字就成了啊。先有一半了，仨字同旁呢？仨字同旁，他也想起来了啊。什么呀？可是跟上边这仨字挨不上边啊。哦，那哪三个字啊？游泳池。哎，那是挨不上。我也没听说过茶叶庄附设游泳池的呢。挨不上还不算呢，这茶叶庄跟游泳池啊也不合辙押韵呢。是啊，急得脑袋上的青筋也蹦了。哦，着急了。大汗珠子跟黄豆似的啊，那脑袋上都快冒烟了。您看看，把人家孩子给挤兑的。聊天葛小宝、蒋光超这哥仨脸上是没笑，哎哎哎，心里他这个乐呀，哎哎哎，把他给难住了。不能老这么僵着。是啊，聊天说了，说什么？谁？老四啊。嗯，别着急了，哎，也别出汗了。你想不起来了，这么着吧，啊，咱们喝酒吃饭，今天呢，由你请客就完了。对。认输吧啊！杜彪吧说了，哎，别吧，我想一想，三位哥哥，但是你们也知道吧，我这个字儿上马虎啊，嗯嗯，这比文盲也强不了多少，是写我写不好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这，哎呦，哥哥们，你们这不是叫我为难吗？哎呀，他这找借口呢。聊天说了，不要紧，你写不好，你可以说，我们给你写，嗯，只要有六个字说出来，合辙押韵，像句话。就行了。是怎么样呢？嗯嗯，好。哎哎哎，他猛不丁的冒出一句话来啊，这哥仨都愣了。他说什么呀？三字同头苗革蒋。哎，
这是怎么句话？表哥讲就是他们哥仨呀，啊，聊天葛小宝、蒋光超啊，他们三个人的姓都是草字头啊。嘿，这可真巧了啊。那三字同旁呢？三字同旁是我杜彪榜。杜彪榜，哎，杜彪榜仨字都是木字旁。哥怎么这么寸呢？聊天说了，哎，苗葛蒋杜彪榜，哎，这倒是合辙押韵。对，合辙可是合辙呀，这你说不到一块儿啊。是啊，哎，这怎么说不到一块儿啊？那你说说看。三字同头是你们苗葛蒋，三字同旁是我杜彪榜。嗯，要吃你们苗葛蒋就得我杜彪榜，不是我杜彪榜就决定吃不了你们苗葛蒋。吃定人家了。哎呀。